喝香回来了啊。扒白菜干啥呢？我想炖点白菜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慧成。刚才我去市场买点大骨头，今天准备炖个大骨头，再烩点白菜。那挺好啊。啊，在冬天吃着是既暖和又有营养。我们今天好好解解馋，补一补。我再发点面去，再蒸点小花卷。好。来点酵母，来一点点糖，来一点温水。发面两个小时，把这大骨头下去焯一下。来两个八角，来点料酒，盖上锅盖焯一下。暖和暖和吧，烤烤手。炒好了，锅里来点油，葱姜蒜，来点十三香，来点糖，来点酱油。太好，来一点点水，来两个辣椒，烀两个小时。哎，看到吧，这面发的。哎，这面太好了。啊，这面好啊。哎，面发好了。啊，面可好了，发的。我整呗。整吧。哎，那太好了，你整吧。炸的面整好啊。发的好啊。发的好。哎呀。搁点花椒面都行啊。啊，还搁点花椒面来。那来点盐。哎，大骨差不多了，白菜下里头，来点盐，花卷蒸上，盖上锅盖，蒸二十分钟。哎呀，放放气，好了吧？好了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来点小香菜。哎，哎呀，老爸给我开门去。哎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快给开门。吃饭呢？哎，等你呢。啊，来，这个是炖的大骨头，加点白菜。来，大骨头也。哎呦，哎你这我还想给你爷讲，那你手慢了。行，这一个都满了。来想，给你个大花卷。咦，这花卷挺好啊。我妈蒸的花卷。你面发的好。嗯。哎呀，太大了。来，给你。来了。给你个大的。不是。多暖和哈。嗯，花卷好，鲜疼鲜疼。哎，这要啃的真香哈。嗯，好吃。来老爸，再给你块。嗯，这家伙看看你孙子炖的好不好。嗯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
哎，这里边不是油哈，嗯，这个醋，啊，泡这个葱花，哎，啊，都老好吃的，是吗？那我吃一个，嗯，来，你尝尝吧，这家伙的，啊、哦，给你整一个吧，葱花蛋泡醋，醋老好吃了吧？这醋没吃过，啊，没吃过，给你整一个，爸，你尝尝这个葱花蛋泡醋，最好。我还没真吃过，嗯，听说老好吃了，你尝尝。葱花蛋泡醋，嗯，陈醋，陈醋，好吃好吃，啊，好吃哈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嗯，晚上俺是吃，叫让吃，好吃哈爷，这筋可好吃了，嗯嗯，不烂了就好吃。爸，你喝点汤，这汤老有营养了。好，有营养，全在汤里。我倒碗里，哎，倒碗里。这么大，大家一块都有半斤了吧？嗯嗯，要多香啊！嗯，胖子，今天的嗯。今天咱这个大骨头炖的特别烂乎，再烩点这个白菜，冬天吃着暖暖乎乎，配上这小花卷儿，简直绝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呢就到这了，喜欢惠成视频的点个赞，三连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